你熊猫园长猴身上了，是不是非常像？你看它这个肉，队长的头发很油很油亮。第一单是这个对勾。来，我宣布开始一届相扑比赛，准备，3、2、1，开始！啊！哎呦，这帮小兔崽子！欢迎大家搭乘我们的时光穿梭机来到我们的古代，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李老师。很多日很多日不见，有没有想老师呀？想。哎呀，老师听见是美滋滋的啊。不过确实今天把大家召集回来呢，就是因为老师想大家了啊。当然这是一个想念啊，一种情怀。最重要的是老师在天上啊稍微打个盹儿，大家在这个地球上已经经过很多日子很多岁月了。哎，巧了，今天呢我们穿越回来呢正巧碰到我们古代过端午节。你们知不知道端午节有什么寓意，有什么来历？纪念屈原。屈原？纪念屈原。屈原是谁呀？屈原是楚国，当时因为是春秋战国时期，他是与楚怀王何在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大臣，他是个忠臣，但是因为楚怀王被那个秦国给骗到秦朝去了，然后就在那里死了嘛，然后就屈原就非常悲痛，所以他就在端午节五月初五这一天，然后就跳河自杀了，跳汨罗河。那关键你是不是也姓屈啊？这跟说自个儿家谱似的，那么说。进来就是有时间的话就会找书看，比较喜欢看历史方面。突然觉得你就是浑身上下闪着光，特别好啊！大家要上我们的关于学习《博古通今》，能文能武啊！这也是今天我们召集大家回来的一个宗旨，让大家能够在各个方面都能够达到表率、示范和榜样的作用啊！哎，今天穿越到古代了，我们今天在这里呢，分别要进行文状元的考试和武状元的考试。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一道文状元的测评试题就是作画。平时大家有喜欢画画的吗？有。都用什么来作画？用铅笔、碳素笔、铅笔，也是铅笔。对，蜡笔、油彩。啊，听上去好有技术含量的感觉。大家看到我们的桌上啊，有笔墨纸砚，这是我们古代文房四宝。大家对这四宝有没有了解？有。笔就是用来写的，然后呢，砚是用来装水和墨的。然后墨就是像这样子的墨条，然后兑上水就可以变成墨。然后呢，就是把墨放到砚里头，然后呢，用笔蘸上墨在纸上写。哇哦！这个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哈，就是我们古代的不管是作画还是作诗哈，要写字儿都要用到我们这个文房四宝啊。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道文状元的试题，作画。
墨的调度很难调成啊，这墨深度不浅，得不深不浅。我打算用一张纸试笔。我画错了，怎么？啊！墨水不小心滴了一下，然后那张纸画出来了。来，首先我们从恩硕开始吧，恩硕。你把你画的那个东西给我们看看。哎，等会儿啊！我的天！我们其他的成员猜一猜，你恩硕画的他最好的朋友是谁？小凯。恩硕，你画的是小凯吗？是。因为小凯他的脸蛋有着红红的，特别可爱，就所以我画两边这个圆圆，然后加了两个点儿。这个鼻子我想把小凯鼻梁画高点，但是最后发现画成了个大黑球。那鼻子的话这么大个，那眼睛为什么画这么小呢？你是觉得小凯的眼睛就是很小吗？不是，一开始我没想到小凯做个对比。我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小凯他嘴这儿为什么我要画两个蛋，因为小凯是笑的话这儿会有那个弯的那个、小括号那个，对，所以我就画了一个这个。小凯，你觉得画的像你吗？我觉得绝交吧，绝交。我现在突然觉得有点像一个小丑。好，来我们看看第二幅。我画的是小凯，你画的，你先给大家看看，大家猜一猜这是谁？肯定恩硕啊，恩硕的小辫子那么突出。那恩硕，你画的恩硕的脸怎么有点圆呢？像个土豆。确实挺像土豆的。就因为当时是这样画的形状，然后就是这样画的，结果就不小心那个脸就偏了，所以就没有画好了。不小心偏了。然后当时我看那个恩硕的眉毛是从就是这样勾回来的，然后就把他的眉毛就是画成了这个样子。你的意思是我的眉毛是波浪的，就这样在涂。就波浪的形状跟别的人不一样，对吧？有自己的规律。雷公吗？关于你把你的画作给我们大家展示一下。我的天，我画阴了，太阴了，太阴了。是戴了个墨镜吗？你的那画还有一个痣。我觉得这幅画特别有那种小学的时候去春游参观动物园，完了以后看到猴山回来时候的那种感觉，你有没有啊？这幅画你画的是？浩浩哥哥。对。是不是谢谢你把我画的那么帅？没有，我刚才没有什么。你看能不能通过后面这段解释来挽回友谊？来，请开始。先解释一下，这个比络腮胡还要粗的这个过线，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跟头发卷差不多过的人过线，请做好准备。你先解释一下那个熊猫眼是怎么回事？你熊猫眼长猴身上了？浩哥有时候眼睛就他喜欢画眼线，画那个烟熏妆。怎么还眼睛耷拉着都没睁开？除了这个画作之外，你心中画画还有哪些特点？他那个耳朵就是耳朵不好使，听不见。老师，没想到你是这种人。我就是看不下去的，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家浩浩这么着水灵，就是你弄一个猴愣说是我们家浩浩，我有点不开心，你知道？从你的数过一三个，这是我看到最惨不忍睹的画作了，我这打抱不平。行了，浩然，你可以不用说了。也有这一天呢。看着 KO。来，接下来那个俊一，你怎么也是俩？还有一个是配角。配角，给大家看看他画的是谁。哇，火柴人，那个绝对是电甲哥哥。小马，你觉得他画的是谁？电甲哥哥还有小恩硕。还谁？小恩硕。小恩硕，这怎么家乡口音？小恩硕。电甲哥哥是因为他在玩魔方，小恩硕是因为他长得太矮了。不是，电甲哥是脸大，不是，不是那样，不是，等一下，等一下。
全军出击。你先，你我听清听清楚第一点的，电甲脸大，然后第二点是不是颧骨大？啊，脸大，第二点是颧骨大。还有点大。我不说了，我想救你。Ace， 来，你说说，你画的是谁？这个我画的是小凯。哪个是小凯？这个魔方的。对，小凯也玩魔方。不是玩魔方，他想学魔方，然后他想学。对，然后这个学不会。近距离看的还是很像的，来把嘴又闭上。嘴闭上。对对对，就是刚刚那样，看是不是非常像？你看他这个肉，我觉得有点像茄子。你要这么照比的话，我觉得是挺像的。对，你看这个肉。看这个肉，这两边肉都已经很圆圆嘟嘟，很可爱。然后再一点，小凯的眼睛特别大啊，小凯的眼睛特别大，所以我也把它这一点画出来了。哥哥蛋，怎么感觉你画的是蛇的眼睛、茄子的脸？老师，我等不及分享我的画了。别着急，扫码留到最后、啊。咱们快点呗，咱们最后才有十足的机会，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啊。然后我再去比一下垫脚。走，放松，放松啊！你听那个俊一老师的那个摆布啊，然后眼睛像以前那么大就 OK。对，站好，看镜头，来，放松，放松，好。冷静，店家哥，冷静。有什么事一会儿再解决。有什么事先找你解决。然后还有他的鼻子，他的鼻子没有鼻梁，只有鼻头。就是，老师，你可以坐下了。哎，我坐下吧。来来，我们看看垫甲，你画的是谁？群艺哥哥，群艺小凯，知道为什么吗？脸有肉。小凯，你以前没头发吗？我有头发，当然有啊。你举起来。我只是时间原因没有画头发而已。十分钟，你就画了六笔。磨了四分钟，八分钟。啊、不是啊，你分个点儿你也可以啊。下巴没有画得太好，所以就把下巴修了好长时间，所以就没有太大的时间给它封住。你这下巴是修过的呀？你都咋修的呀？是画歪了，所以就往那边修一修，画歪了而已。也没觉得修成什么样啊。来，接下来画画。把你的画作再先展示给我们大家看。我觉得这个浩浩画这个画其实挺有感觉的嘛，对不对？就是有鼻子有眼的，像模像样的。你画的是谁？大家能看出来吗？硕，小恩硕。已经写出来的是硕。不是，我要过去看，我要过去收拾。把我画上雷公了是吗？雷公，头发乌云做的，是。来来来，我帮你拿着啊，那你看，看清楚了吗？来吧，跟我们一样上去捏吧。嗯、你觉得像你吗？这是个葫芦。这可能是个葫芦吧。啊。那这是个什么？那这是另外一个葫芦。啊。你觉得他画一点都不像？一点都不像是吧？差评，对不对？对。好，来，差评我抗议。我们听一听浩浩。怎么把自己的话圆过去？来，他因为他经常哭，就是没有事没事，然后一笑起来就会扩张鼻孔。为什么呢？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吗？哎，等等，而且恩硕嘴唇，恩硕有一点厚。嘴唇，你觉得嘴唇厚好还是不好？好 ，sexy。哦恩硕，有一点你肯定满意，我给你画上了瓜子脸，你看多尖！那不是瓜子脸，他画的是一个橄榄球。来，恩硕，你评价一下这幅画，你觉得哪些地方你满意，哪些地方差评，哪些地方实在是太不像话？我满意的就是那张纸的质量不错。唯一的优点，唯一满意的地儿了，是吧？最不满意的点就是他把我画太丑。你说你长这样，那我还有啥招？好了好了，我们先说到这儿。来，我们看看小马，你画的谁？Abby， 对对
开心啊！哇！二叔，这个是你。二叔，这个是你。不是，我觉得这个有点像那个大脑的内部。扣分，零分，零分，零分，画啥？这些都是虫子，二叔被虫子给咬了。哎呦，我这个天哪，咬的连人形都没有了。无数人画我，无数人画你，咱们两个今天怎么了？嗯，之前我本来是画的好好的，这个是卷毛，就是恩说那个卷毛，然后后来虫子飞来了，眼睛，然后嘴巴，然后鼻子，然后是身体都画的好好的。说完几个，然后我点了一个大份，然后他俩说完一个，然后又点。所以他们说完之后，你觉得恩叔还不够惨，还要再添点柴，是吧？好了，经过他们互相厮杀残杀的这么第一轮的竞技之后呢，我们看看导演组到底对大家有如何的评价，究竟是谁的画作更加的新意，更加的深入人心，更加能够抓住细枝末节的小观点来表达人的个性呢？好，那今天的第一轮文试的第一个环节呢，我觉得考试的非常的顺利啊，我们都看到了很多每一个孩子平时可能看不到的这些小小的特点，所以呢，恭喜大家全员过关。当然了，我们三位小朋友也会有额外的加分。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试考试的第二道测试。第二道试题是静答。文试第二关进行竞答，第一题判断题。中国民间的四大传统节日当中，包括端午节吗？请作答。哦，军一，军一的答案是最高，最高。四大传统佳节包括端午节啊！恭喜军一回答正确啊！出奇制胜。来，我们来继续答题。第二道题，下列名称当中，哪个名称不是端午节的别称 ？A. 端阳节 ，B. 六月节 ，C. 龙舟节 ，D. 夏节。请作答。D. 我选是 B。浩浩先举的。所以浩浩选 B， 你觉得哪个不是端午节的别称 ？B， 六月节。六月节。因为端午节是农历五月初五，然后呢，然后又是阳历的五月三十号，都没有跟六月就是有关系，所以我感觉，但不一定能对。好的，非常好，你的感觉对了哈，跟着感觉走，特别没有错，恭喜我们的浩浩回答正确，获得一分。瞎编都能编对。好，来，我们继续来答题，请在20秒钟的时间内写出5个端午节大家都会做的事情或者是习俗。计时开始，写出至少5个啊。有5个就过关。端午节大家都要干嘛？3 2 1，请笔。那个俊一，我本身呢写了5个，但是我想一想吧，这个不说完以后我就写6个。好，6个，那么厉害。来，给我们展示一下。插艾叶，艾叶第一个。然后呢，赛龙舟，龙舟2个，包粽子。包粽子没错。然后呢，吃粽子吃粽子啊，扔粽子啊。还有这个带香包啊，带香包啊。然后我那个粽子这个算一个系列了，算一个就有4个啊。那我重新说一遍，就是插艾叶，插艾叶，还差最后1个。我写哪儿去了？我对，还有那个喝雪花那种，
记也不行。对对，太浪漫了，就忘了、哎，我们都忘了。来，我们接着往下看。我写七个。哦哟，这么厉害，给我们看看。来，你吃粽子。粽子。赛龙舟。龙舟。带香囊。香囊。然后艾叶，插艾叶，然后喝雄黄酒，还有菖蒲和蒿草。哦，厉害厉害啊！带吃粽子啊！我写了七个。在这一轮我们这个写节气的习俗的内容当中呢，我们算是俊一和浩浩，同时获得胜利，好不好？来，同时积一分，哎，恭喜！好，来，我们继续来答题，请听题，请用以下三个词语来进行造句：队长游凌乱。来，请作答。讲了讲了，来，我们看看，浩浩，第一，队长为凌乱的我们加油。我造的是队长的头发很油很凌乱。啊，不错不错啊。来，小凯，我写的是没有写完的，就是去云队长为我们炒菜，然后放多了油很凌乱。好，来，队长爱吃带油的东西，但也吃得很凌乱，就可能一分钟就杂食什么都吃哈，稍微的对油腻的东西比较的喜好。来，第一你自己说。队长家的油瓶很凌乱。队长带我们去他家，他家有很多的油，家里很凌乱。凌乱中队长为我们炒菜。油呢？我错了。然后逗号不放油。好了，哎呀，这个大家都还是不错的。我建议哈，在这轮环节当中呢，每个人都记一分好了，对吧？对这个三个词的这个掌握呢，还是不错的，好不好？可以作为粽子内馅的食物有哪些？预备，开始。大枣。好，那个小凯出局。好，来，你继续翻译。米饭。米饭。猪肉。猪肉。大肉。猪肉干。猪牙。蛋黄。牛肉。花生。红豆。蔓越莓。玉米。蜂蜜。猪肉。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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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泡的那个，碱泡的那个糯米。啊，就是你这节奏也不对，答案也是更加的离奇，好不好？来来，第一出局。来，我们继续。等一下啊。好，来出局啊，来从我们的号开始。哎，糯米。糯米说了。哎，糯米说过了，出局。来，从小马开始，来，预备，走。菜花。红豆。哎，我说过了，红豆。最后我们的终极对决由我们的小马和关毅之间来进行。从小马开始，三二一。胡萝卜。三米。鸭肉。小马由于太残忍太不人道的原因出局。本轮的冠军就是我们的关毅，恭喜。鸟肉也可以加呀。鸟肉怎么加呀？蚂蚁。你不螳螂。蚂蚁肉。蛇肉。经过我们高水平的激烈的争夺之后呢，我们本轮的竞答题的环节呢也是告一段落了。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今天文状元考试的最后一个环节，第三道试题。好，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文试的第三道题目。啊，第三道文试题目是包粽子。我一开始我还以为这个是给我们的午饭。
饭呢？粽子呢跟端午节的关系，我们的小星星们都知道哪些典故哪些历史啊？知道来你先说。粽子它为什么会有粽子呢？因为屈原不是跳汨罗江了吗？对，人们怕那个就是江中的那些鱼儿或者虫儿，然后咬呢、伤着屈大夫了。对、所以把包出来那个粽子，然后往江里面扔，这样不会让虫儿鱼儿们吃他的身体。来，你再补充。屈原楚国人们，楚国人就是靠近海。靠近有那块有很多河，有很多江，他们就很会游泳。楚国人，所以当年屈原大夫是那个自己身上绑了块石头，然后跳下去，然后所以他就沉下去，然后就死了。那就是跳下去。真是的哈，不过确实我觉得说的都特别有门道哈。在战国时期的时候啊、由于我们楚国郢都失守，屈大夫含恨跳进了汨罗江啊，就像是我们那个关羽说的一样。很久都找不着，所以呢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的去划龙舟去寻找去抢时间的这么一个习俗。首先呢老师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样包粽子啊。这个粽子呢最主要的成分就是我们的糯米，糯米，然后呢在里面要加什么馅儿加什么料呢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包括肉馅的啊，大枣的，这个蔓越莓的，葡萄干的，花生的，冰糖的，等等等等，可以根据自己的口感来进行协调。当然粽子区别于其他的糕点不同的最大的外观之处的区别在哪儿呢？它是我们的粽叶包裹起来的哈。这个粽子呢看上去是个三角形，其实呢是一个多边的立体的一个几何图形，所以难度就在这里了。看上去简单，实际上呢也不太容易，所以李老师先给大家示范一下怎么样包粽子。拿到了我们这个粽叶之后呢，首先要把它洗干净啊，选取我们粽叶的一头，我们要先给它弄成一个三角形的一个斗。你看，来先折一个三角，再折一个三角，我先把根剪了。通过两个对折的三角形之后呢，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斗了。真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先在我们的底层铺上糯米。好了，这个时候呢切记不能够铺太满，只能够铺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位置我们要放什么呢？放我们的馅儿，在中间加上我们的蔓越莓或者葡萄干。好，当这个斗呢已经齐的差不多的时候，好，我们就可以顺势跟着这个三角形，来进行包裹。这最后呢一道工序就是用我们的棉线，好了，把粽子给包裹起来。好的，这样呢我们的一个粽子就包好了啊。好的，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五分钟计时开始。干什么事都要慢慢来，心平气和。是刚才谁说那个不会窝窝斗了呢？我这太多了太多了，推到末，对，推到最末，最末这个位置。来，你看这样可以吗？来这样子，可以，非常完美啊。那就可以放了。大家这个整个斗的时候记得收口啊，最下面要保证它不漏出去啊！适时的时候我们要进行调整。是这样折的吗？可以。那这是第一个三角形，对，再转第二个三角形。上面能再放一点？这是不是有点小呀？老师，你可以教我，就是什么样才能变大吗？你把它撑一撑，不就变大了吗？你看，往上一点，往上移，你看够大吗？够不够大？够不够大？但是太大了，待会儿不好包啊。有没有花生了？花生，你吃完了呀？为什么？他下次给我一花生吧。
是不是看上去挺简单的，做起来也没有那么容易？是的，非常不容易。啊！谁让你们老师讲课的时候不好好听？啊！被自己先动。我没动啊，老师。这是老年综艺，咋这么难呢？老人的红包是这个，也挺好。这单能能吃一点。好。老师，你继续端杯水吧，我们很忙的。这个粽子啊，外叶和我们的馅给它裹成什么形状？最后它出来就是这个形状。没事，我不吃了。老师，你稍微等一下，我这个有点乱，老师求求你了。求你了，多给一点，五分钟能包啥呀？包两。好，时间到，来，停手。这个最后一轮文试的考试哈，一切都基本上已经是尘埃落定。那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一次的文状元的文试的考试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那第一名和最后一名的学渣啊，状元和学渣已经产生了。我想请我们的导演宣布我们今天的文状元的文试最后最终的排名。小凯他的脸蛋有时候红红的，特别可爱，就所以我花两个这个圆圆，然后加了两个点点。我造的是队长的头发很油很凌乱。这些都是虫子，恩硕被虫子给咬了。凌乱中，队长为我们抢菜。油呢？我错了。这是老年综艺吗？咋这么难呢？时间到，来，小马，不许再扎了。好的，我们不管在今天上午的文状元的测评当中取得怎样的成绩，我们都不要气馁，因为生活还要继续，我们还要继续散播光和热。接下来下午时间，我们将继续进行武状元的测评考试。那从现在开始呢，我们移步到户外，来开始我们今天第一次的武状元的测评环节当中。我宣誓。3, 2, 1，走。给我拿把刀。